郭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郭老师，你哪一年开始录这个石雕茶艺啊？哦，民国60年。那时候你几岁？20几岁。你那时候就是偶学徒啊？你有？我画广告的，画广告，画广告专来家。哎，好书好书，主要的美感都在做石头哦，应该拢无困难。迄阵你啥啊想要赚？变化较大啊！你画广告就干啦，固定的，哎，固定的迄、那个石头较自由的。哎呀，对啊对啊对啊，较趣味。嗯，变化比较多。所以等于石雕拢有在做。有，哎、嗯，免学嘞，我拢免学，我们看了就好，看人家做什么，哎、欸，哦。你拢观察模仿，啊，都样子。哎，再加上我们的巧思哦，比喻也较强。啊，你来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图案？老师，你后来为什么晚期都比较用台湾墨玉来设计？墨玉做茶壶啊，好书好书。嗯，好的第一个好哩。哦，主要有功用。这个比灰啊较轻，所以唔是一包的破对吧？嗯，有一个人以为包的感觉讲，因为只要盖墩，盖墩，所以无容易破。伊水上漂是爱设计个做起精准的哟。对啊对啊对啊。伊那你要起起应该就变过。啊，你出来这台机要怎安呢？找不到。我们做所谓的这个石艺师，是不是要先拿到材质，要先研究它的纹路，甲决定要做什么图案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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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啊，这是较简单，这卖笔头，不要有裂纹，你就做起来就是。像有裂纹啊，裂纹做起来都不结实。啊，你做个安尼几年啊？到今嘛？摸鱼哦，摸鱼20几年有啊。哦。哎呀，20几年有。是。对啊。啊，也是都很多陆客喜欢吗？陆客很喜欢哦。嗯。大陆做的，这条也品质手咯，就是差我们台湾一大截，很奇怪。嗯。它的价钱就是拿不起来。咱的愈做愈，台湾人开始有用心啦。啊，主要是泡的茶，马上喝就有感觉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好喝啊，真的很好喝。嗯、多一个墨玉材质和茶叶去变化。对对对对 对, 對。目睭即马敢无差？差侪啊咯，因为啊，你的狗拢袂好笑的，眼睛。就敢无法度做遐精准。哎，还好啦，还好，卖做遐久。哦。不要做那么久，要休息。这行有学徒吗？有人愿意学吗？目前没有。吃土粉啊！哦，土粉切石头，不是讲磨来，石头啊磨来切，就会当用，切开，不能用的，不能用就是做那个刮痧棒，啊呢，还要做纹身，对，啊呢，废物利用，这石头要求该。